现在啊，人是在这个南京路，跟这个新富路路口，这里就是五甲社区，新甲地区，重要的一个路段，那也是一个交通的要塞。早啊，老师早，老师，高老师，嗨。那南京路呢，更是未来这个前瞻基础建设的这个捷运黄线，很重要一个路段，一定必经之处，所以未来这边都会在真正盖捷运之后啊，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啊，也是未来的发展很重大的期待。那我们要先持续跟这个市民朋友道早安，待会再跟大家持续的聊天。朋友，我们要继续要这个跟上班他上课的时候朋友到早安，那我们直播必须告一个小段落。那我们期待今天下午我们要第一场的这个路口的演讲，就下午见了，拜拜。